雷霆八八一，叱咤九零三，有谁共鸣？大家好，我叫苏佩珊，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日间我系一家公司嘅市场传讯主管，夜晚我就系一个妈妈。我有两个读紧小学嘅孩子，一个有个日字，一个有个月字，所以我叫做日月妈妈。为几个网站写亲子文章，因缘际会之下做咗孩子学校里面嘅绿色学会主席，同一啲老师、家长、孩子一起走进咗绿色生活，带嚟人生中预计唔到嘅机遇，体会咗以爱同埋生命影响生命嘅力量。苏佩珊自从成为两个小朋友嘅妈妈之后，睇过唔少育儿资讯，俾佢最深印象嘅概念系走在孩子后面，孩子六岁前与妈妈朝夕相对的需要，亦都因为咁样，令到佢日日谂起童年往事，而回忆中总系有妈妈嘅身影。当年正是妈妈做全职主妇留在家照顾家庭的时间，虽然 Joyce 不能够成为全职妈妈，但就希望透过文字记录两个小朋友的成长。凭着不错的成绩入了中文大学的新闻系，那段是我读书里面最开心的日子，几乎每一科都是我很喜欢也都可以拿来玩的。同学之间都是志趣相投，大家有很相近的兴趣，也都认识了我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几个朋友。除了读书，我们还有很多课外活动，搞下校园电台啦，又去影下录像啦，搞下不同的交流团啦。咁其中我去过一个交流团，是去青岛，那个是一个两岸三地的交流团。咁我那边就去青岛，另外有人就去台湾，然后大家回来再交换我们的一些心得。咁当时我去了青岛那间大学叫做海洋大学，这间大学很得意。他们学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跟保育环境或者跟海洋生态很有关系。我们在香港做的交流的报告就是关于海下湾生态的保育。那时是第一次要用普通话对着另一间大学，那些还要是硕士生、博士生去做一个交流去 present。当时的普通话真的非常普通，非常紧张，但是学到的东西很多。在当地学完的东西，我们回来跟着再跟香港又跟台湾交流过的同学交换一些知识。就是因为这个的 project， 我又再一次接触到环保这个议题，也都更加认识我们周围香港的生态保育的情况。大学毕业之后的三年，我给自己时间去任意转工，找自己的方向。如果三年之后没什么放不低，包括家人、事业、感情，我就会找办法去外国生活一年。毕业之后我做过广告创作人，做过一些非牟利组织的行政、公关的工作，同时也都做过义工。结果我没什么放不低，所以我就去了英国读我的 Master， 主修文化研究。读书是真心想求学问，但是更加想的是体验外国的生活。只是估不到在我准备离开香港的时候，我的姻缘先来到。原本很想潇潇洒洒地上机的，但是竟然变成带着一份刚刚萌芽的感情要去英国，这个完全是一个意料之外。17年前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子，认识了一班非常老友兼同事，一起经历了沙士。就在这一年，我遇上了我生命中的那位有心人。现在我们听一下张国荣首歌《有心人》。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曾忘掉这种寒霜，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模糊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理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理
但有心暗来冥往，谁说这算是情愫？或有心将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羡慕你，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羡慕你，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此时此刻，有谁共鸣？读完书回来之后，我就回了香港，结果当日的男朋友成为了我今天的另一半，孩子们的爸爸。我在英国的时候好好把握每个空闲的时间，都去四周游历，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去想东西，去阅读，也都跟世界各地的朋友交谈，令到我眼界阔了很多，更加知道自己日后的生活要怎样，工作的方向要怎样。那段是我人生里面很重要很重要一段留白和挨穷的日子。回来之后，我就好像重新毕业，又再重整我的发展路向。当我回来香港，我发现我毅然抛开一切去了外国读书的这件事，原来影响了我身边很多人。根据我非正式的统计，我这个计划和我的行动令到身边起码有七位朋友在往后的一两年之间去了外国读书 working holiday 等等。他们亲口告诉我，既然你都得，为什么我不可以？原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我可以有一段日子离开香港去给自己成长。我要庆幸我找到一个和我思路很接近的人，我的先生。从同事朋友开始，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方向。如果当日不是我要离开香港去读书，这段关系未必会开始。如果不是他先开始去跟我讲他要注重环保多一点，跟小朋友解释多一点环保的重要性，我亦都未必会好像今天这么大力参与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绿色学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叫 Lucky， 这一首是我们结婚的歌，是我们一个好像人生经历里面写了在歌词里面的歌。 Do you hear me talking to you across the water across the deepBlue ocean under the open sky. Oh my, baby, I'm trying. Boy, I hear you in my dreams. I feel you whisper across the sea. I keep you with me in my heart. You make it easier when life gets hard.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Ooh.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it takes. Waiting for a love like thi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have stayed where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 And so I'm sailing through the sea 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move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日月妈妈苏佩珊歌曲全程引发你的共鸣。在公屋长大好节俭，我妈妈是一个注重礼仪的人，好注重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她很喜欢跟我们话当年，她闲时会教我折盒子啊，自制拍子簿啊，收藏啲胶袋、纸袋、尼龙草，捐下衫。我想我的环保意识其实从小就在她的身上见到翻嚟啦。有一次我同我家人去大屿山度宿营，爸爸经过路旁的植物就跟我说，这个是野户会行的，这些是什么树什么花。他认识很多不同的植物，我当时觉得爸爸很厉害很厉害，但自然有很多东西原来我都不认识。后来我们要搬去居屋，我们就趁一次机会就走上一个小山坡看看我们将来的新居。那条小山坡其实真的很小，但是我竟然走过两步我就说好害怕啊，我觉得自己很渣，因为我太少在大自然接触，也都没有行山的经验，被哥哥笑我是一个温室小花。所以当我有了小朋友之后，我经常都带他们出去四围玩，包括去一些野外的地方，要他们学懂一些基本的求生技能，也都要认识他们的大自然。小孩子的成长其实都跟环境离不开关系，他们第一个的农庄生日会在他四岁的时候我帮他搞的。这个农庄生日会我是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们不如帮他搞一个生日会，但是我不想铺张，也都不想要那么多无谓的礼物，所以我选了一个比较远的农庄，而我们是没有揸车的，其他家庭来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接载，他们有兴趣的就自己来到这个地方。结果竟然所有约的家庭都答应来，小朋友很开心，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借住礼物，如果你们要送礼物的话，送一些很小或者很实用的东西就好了，其实你们的参与就已经最足够。因为我很不想小朋友收到一大摞的生日礼物，然后每年我都要再跟他搞一次这样的生日会，造成很多不同的浪费。那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最记得是他们拎着一个泽士多啤梨的篮挤在一个头上，大家一起跳舞，大家一起拧来拧去，就已经很开心。又拔薯仔啦，又去掘薯仔啦，又去摘一些的萝卜啦，去喂下猪啦，喂下羊啦，咁就过咗一个好开心、好愉快嘅生日。当时小朋友四岁，细嘅小朋友都只系两岁，佢哋喺咁嘅环境下面成长，跟住就入咗一个小学啦。去到小学嘅时候，其实就参与咗学校一啲嘅绿色活动，遇上一啲机会，我做咗呢个绿色学会入面嘅一个主席，搞好多唔同嘅活动，俾其他家庭一齐参与。跟住有机会就搞咗一个幸福圣诞屋这个绿色活动，去接触社区，将爱传出去。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的一些一点一滴，你和我都会做得到。我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有了这些的背景，有了这些的经历，令到我对于这件事在小朋友身上怎样可以实践，我有更多的想法。但其实你和我都做得到，
呢首歌系讲下喺城市里面，我哋其实面对住点样嘅环境问题，其实我哋又有几多嘢我哋系关注到呢？听下《燕尾蝶》。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积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那些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驶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有过。此时此刻有谁共鸣？人生其实是一个旅程，我哋边走边唱，下一站去到边，你可以计划，但系又未必喺你掌握里面。当一切都可以喺你嘅掌握里面嘅时候，又唔见得系好好玩嘅事。你会遇见边个，带你去到边度，都系随缘嘅。由我小学、中学去到大学，出咗国再翻嚟，然之后竟然做咗小朋友学校里面嘅绿色学会主席，搞好多唔同嘅绿色活动。自己都变咗半个绿色人，呢一啲都唔系我可以计划之内嘅事。我发现有好多嘢唔系你掌握里面嘅时候更加好玩，好似今日去做呢个节目，其实都系冇谂过嘅。我中学其实立志想做电台 DJ， 我玩个广播剧，做个校园电台，亦都见过林海峰想做晴朗一天节目助理，但系当时我未毕业，佢冇请到我，机会都擦身而过，估唔到竟然今日可以坐喺度录到呢一段音，我都觉得系一个机缘。我好喜欢辫子林断章里面一句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生命都是紧紧相接，环环相扣，以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件好浪漫又美丽的事。每个人都有这种能耐，而每个人都有这种感染力。成就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是他的财富啦，可能是他的地位，对于一个全职妈妈来讲，就可能是他孩子的成就啦。而对于一个双职妈妈来讲，怎样可以用尽自己的时间去争取照顾好个家庭，又可以平衡他的事业。而对于一个不追求成就的人来讲，心灵富有可能就是他所有的成就。当我们地球失去了平衡，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所有的金钱地位都只是徒然的事。今日我们的地球已经发出警号，我们有极端的气候变化，水平线不断上升，意味着在沿岸地区的人士很可能会丧失他们的家园，亦都有很多动物
在绝种的危机之中，究竟我们的下一代的生活会是怎样呢？我们每日做少少，人人做少少，其实加埋就可以很有影响力。今日就可以开始身体力行，从我们悭电、走饮管、走数、带一个环保袋出街、带一只杯开始，其实你都可以做到爱护大自然这件事。但愿我们下一代并不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仍然可以拥有我们留下的资源和祝福。送给你们我一首很喜欢的歌，祝福我们下一代仍然有爱有自由。 Jason Mraz, Have It All。 May you have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it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Whoa.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You don't need money, got a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d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Oh,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May you be as fascinating as a slap bracelet.May you keep the chaos and the clutter off your desk. May you have unquestionable health and less stress. Having no possessions, though immeasurable wealth. May you get a gold star on your next test. May your educated guesses always be correct. And may you win prizes shining like diamonds. May you really own it each moment to the next.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Here's to the good times we're gonna have. You don't need money, you got a free pass. Here's to the fact that I'd be sad without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Your path is, if you believe it, then anything can happe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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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 your glasse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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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have it all. I toast you.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苏佩珊歌曲全程引发你的共鸣。触动力呢是一个专业建筑师组成的义工团体，我们和他们一起就合作了搞幸福圣诞屋这个项目，将爱和幸福带给社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希望你们都可以支持他。触动力由一群专业建筑师义工组成，利用他们专业创作才能和艺术美感天赋，组成一个多元化的平台，帮助社会上不同界别和有需要人士，藉此回馈社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建立关爱共融的文化，为社区发放正能量，和同各同行者一起拥抱爱，分享爱，达到社区共融，乐在其足的信念。我是苏佩珊，一个双职妈妈。如果我揀的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请用手机发一个短信到50881903，捐出5元支持触动力。此时此刻，有谁共鸣？
支持 SMS 共鸣热线的机构包括1010 CSL、中国移动香港、新 Mobile、Smart Tone 及三，以及潘永祥会计师事务所。